合本一下。好了，来。对啊，这件。哎，这是。好了，这个蕾丝也算是功力啦，但应该真的不会穿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凯乐，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这个专辑发行过后有一些的活动，是，就在这个礼拜天，我会去台中还有高雄，然后详细就是12月19号这个礼拜天下午1点半在台中的大鲁阁时代，然后晚上我会到高雄6点半的时候在梦时代的幸福广场，然后在下个礼拜12月23号星期天下午1点半，我会在台北西门町的联合医院。